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现在来吉星街那边打卡一家店哈。疫情期间我是总来吃他家的，感觉味道挺好，看看疫情过后以后生意怎么样啊？现在明显没有以前生意好了。他家这个毛豆现在做的颜色没有那么特别绿啊，蒜蓉放的还是不少。每次来都点一锅他家特别好喝的牛肉汤，这牛肉汤味道做的还是不错，有点胡椒味儿，牛肉都是切的大片儿，夏天喝点汤也挺舒服的。老人孩子多喝点汤还补钙呢。这道菜是他家一个铁板茄子，味道有点稍微微甜，是用烧汁做的吧还是什么做的，反正我老婆孩子挺爱吃的。这个是一个叫婆婆烧土鸡，里边怎么还有鸭血呢，有青椒味儿，稍微有一点微辣，味道也可以。以前来的时候还没有这道菜，这次新发现的菜，点一道尝一下还不错。感觉分量好像不是特别大啊，反正配料还是挺多的。鸡肉块呢看着反正是烂乎了，还有吃口感不是特别柴，也可以吧。这道菜不是特别满意，也不是特别的那种值得推荐的一道菜啊，可点可不点。蒜蓉虾，今年武汉的虾子不是特别贵，他家这个给的分量也不是很多，138，分量不是特别多，反正还总体来说学一米吧。排单。